响应天桥大游行，齐齐大露背。用三秒时间睇下呢六张相，估下代表啲乜嘢？叮，开估啦！其实佢哋都系今季五大嘅 upcoming 元素。睇住片同你讲清楚啦。今季嘅露肉潮的确好澎湃啊！好多模特儿唔系巴 top 就系用 top dress 示人，性感到极啊！而着眼点反而系诱惑嘅背部、啊。LV 玩完草间弥生嘅色彩波点之后，春夏作品就以国际棋盘嘅格仔作为主打，传统黑白互撞，但系都唔及黄白同埋绿白嚟得更有活力啊！连 House of Holland 都推出差唔多嘅作品。至于 Mark 哥嘅自家品牌，更加索性将格仔撞条子或者粗幼条子互拼，大玩图案交错啊！将最简约嘅元素幻化成新图案。今季嘅 Waffles 同埋 Peplum 可以话系延续冬季嘅气势，曝光率更加惊人啊！喺衣领位、接位、裙边各处入手噶，而 Peplum Top 更加系多不胜数啊！强调腰部嘅立体曲线美，顺道转移腰粗嘅缺点，唔少大牌已经落单狂谷啦。今季各类贴身裤大行其道，走得最前嘅就系要数到舒服到极嘅针雪啦。够晒潇洒，想带出多啲层次嘅话，可以揀一条棉质或者丝质嘅鲜色 scarf 或者腰带作为点缀。唔少大品牌喺春夏季更加钟情于全白嘅造型，效果更加抢眼啊！用上唔同亮度嘅白色，带出嘅味道又的确系好唔同、啊。例如全雪白嘅就更加有型格味道，偏奶白嘅又可以俾人大方嘅淑女味道。今季入货，记得以上要点啦、啊。